佩恒，点解今日咁热闹噶？知唔知道今日系咩日子啊？梗系知啦，今日系2016年度学生音乐会啊。系，音乐会一共有31位同学表演，最细年纪系4岁。表演项目有钢琴独奏、二重奏、小提琴、长笛、八国号、口风琴同埋唱歌。好，我宣布而家2016年度学生音乐会正式开始。同妈咪讲啊，多谢妈咪成日陪我练琴，我爱你啊！生日快乐！